辛苦点，越辛苦点。你能怎样？越辛苦点啊！你能怎样？你能怎么样？咬我！我不会咬你啊，我只是看你而已，我只看不起你而已。看不起你，凭什么看不起人？活到这个年纪来还不知道插队这么不要脸。跟我讲，你讲啊！再讲一次，不敢讲了是不是？你讲，不敢讲了是不是？你讲啊！不敢讲了是不是？你讲啊！有病是不是？是啦，不是的，没事的哈。那我上个月买，换一个哈，不要钱了。那买五杯嘛哈。对，先给他，先给他，先给他。先给他，那个好了啦。后面来再排队，为什么先给他的？他不用排队吗？在讲吗？越凶咬啊！你能怎样？你能怎么样？咬我！我不会咬你啊，我只是看你而已，我只看不起你而已。看不起你，凭什么看不起人？活到这个年纪来还不知道插队这么不要脸。不是，你先抓出来，然后再重新弄，把那个再后面都是小孩子啊，不要把人家学坏了。一群学生在排队都没看到吗？只知道插队。是这边更小的呀，这边更小的，这边更小的。